在那个剧集里面呢，你可以做执行。不过呢，在这边执行应该 OK 吧？哈，想只要三个步骤，已经够简单的。你刚开始别不，以后的话你可以做很多动作，只要你工作每天重复的动作，你都可以全把它录下来，变成一个按钮，以后按下去就完成了。但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，像刚刚同学问的，就是列数会不是固定的，可能现在列数是100列，明天可能是200列。在后天300，那你不可能说每次都在录一遍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办呢？你可以透过修改程式来达到你要的这个效果。好，那修改那个程式部分的话，就是 VBA 了啦。其实它帮你录下来就是录成 VBA。那在哪里哈？其实你们可以看到，执行应该没问题吧？在这边有个编辑，对不对？其实哈，如果你要看那个你到底录了什么哈，你可以按下那个编辑，旁边有个编辑的按钮。那编辑的话，它会帮你把程式叫出来，有没有？跳出来就这个东西，这就是里面的玄机所在。以后 VBA 就是要跟它相处了哈，所以，有几个重点哦。跳出来这东西呢，请特别注意哦。第一个，我的习惯哦，我会让它变浮动的，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程式可以一边比对，好，可以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，所以你可以拉那个。左上角那个角落哦，然后把它稍微缩小一点，主要原因是因为浮动在上面，然后我可以看一下我 Excel 里面的情况，再决定我要修改什么地方或者修改什么程式哈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各位可以看到哈，程式呢我们有2段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它基本上的结构一定会是在哪里呢？模组里面写了2段程式，一段是串接，一定是 Sub 开头。Sub 串接哈，然后呢，一个是清除，所以呢，它的结构一定是一个模组里面放了2个 Sub 2个副程式在里面哈。那这个结构，我想请各位要慢慢习惯了，因为以后就是这样在写程式。那再来呢，还有几个问题可能要注意啦，就是说，哎，字太小，对不对哈？请各位注意一下，工具上面有个工具嘛哈，选项，撰写风格哈。把那个字哈，大概放大至少12啦，啊，12这样看应该会比较，因为它预设是9号字嘛。工具的撰写啊，工具选项撰写风格里面呢，把它改成那个大概12号吧，啊，12号不过这好像还太小，我把它改大一点啊，因为我这个荧幕哈，可能还是后面同学看不太清楚，所以我把它改14看看吧哈。啊，如果还是不够大的话哦，你再跟我讲啊，我再把它放大一点哦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呢，它里面到底写了什么东西？基本上呢，如果有没有第一个串接嘛，那它的结构一定是 sub 开头，串接名称就是我们刚刚打的，后面一个小括弧，然后 end sub 结束啊，所以这个是一段。那里面的话，如果单引号开头的都是所谓的注解，那注解哈，我是建议上面东西很碍眼，我习惯把它删掉。好，然后呢，按个 tab 键，我习惯什么？第一个步骤。做什么？把游标放在什么呢？哎，14储存格上面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你慢慢要熟悉什么？它里面的语法，它基本上呢是借由物件的概念呢去控制什么？控制 Excel 上面的所有一切画面的东西。那储存格它用什么？range 物件，括弧14指的是那个14的储存格，点 select 指的就是什么？一个方法。顾名思义嘛，游标放上去就点 select。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把公式有没有？不用游标打勾嘛。那第二个步骤实际上就是什么？我们做了什么呢？哎啊，那后面一跟二哈，后面有什么东西？请各位自己用白话文哈，自己打一个叙述在上面。这个是写给你自己看的。好，OK 啊，至于打什么，你自己打好了，因为这个东西我是建议录完剧集之后哈，一定要写一些。注解，因为如果你不写注解哈，你根本会忘记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所产生的这些程式。那其实录制剧集的好处就是可以当成你将来在学习 VBA 的一个基础，因为很多程式你不会写嘛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录着就好了，录下来看一下。那以后的话，你可以两边参照啊。如果将来以后熟了，连录都不用录了，就自己写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些不会写没关系，可以用录的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有些同学不会啊，你就先学会录制嘛。好、哦、啊，至少再来就学一些基本的编修，就是程式的编修能力，这样应该第一阶段就够了。第二阶段就是你要录更复杂，然后可以写更复杂的东西。好、哦、啊，这样的话
应该大部分的功能你都可以写得出来了，啊，但是还是需要慢慢跟它好好相处啦，因为这东西其实说真的，对于没有写过程式的人来说，还是一个不容易的东西哈。然后第三个动作的话就是什么？曲线，我们就是打勾向下填啊，向下填满的话，实际上就是下面这一句啊，所以一二三，我们会有一个第三啊，单引号开头就是注解三啊，就是我们把它向下填满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向下填啊，这些注解我想自己打啊，清除的话其实也差不多了，清除的话就是我们一好像是做的那个。先单引号开头哈，一我们好像游标也是放那边，所以你会发现游标放那边之后的话呢，那 Ctrl Shift 向下，其实你会发现就第二行哈，Ctrl Shift 向下，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在 VBA 里面写这些动作的话，那其实哈，哎，这边上面都有现成的程式，你可以直接拿来用哈。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什么，按 Delete，所以 Delete 的话呢，在 VBA 里面呢就是什么，用一个方法。叫 clear contents，clear contents 呢就是清除里面的资料，但是如果你用 clear 的话，就是清除所有包含格式。那 clear format 哈，就是清除格式哦。这慢慢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。好，那你这个地方就知道说哦，它录下来的东西都在这里。那请各位哈，就是注解稍微把它注一下啊。我一二三后面空下来，请各位自己再打一些字啊，反正让它。可以，你自己可以看得懂为原则哈、哦。一般我会把它改成类似像，这边我有完成的，因为理论上哦，我其他地方上课我都会请同学去云端上面看，因为我把东西放云端上啊，因为这边我们 Google 好像没办法连上去，所以也没办法做。那理论上哦，一般如果你不用公用云的话，你可能要用私有云啊，就是可能公司内部慢慢还是要有自己公司内部的云端呐、啊，因为这个是趋势嘛。工业4.0里面一个应用就是云端的应用啊，资料可能都要放云端上面，但是这个可能要慢慢的啦，有些东西哈、哦，如果没有那可能也不然，我们就是还是讲义里面也有啊，你可以看一下讲义里面好像我也有把那个画面哈、哦，录制的方法还有画面呢。这边都有，有没有？我是加注解了哈，不过我加注解的那个，这上面都有哦。也许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个，这个云端上面的，不，讲义上面的叙述哈。况呢，能够增加你 VBA 的功力的话，那你就是怎么样？哎，多录制剧集。然后呢，再多加注解，所以你工作里面一定会有很多重复的动作，请切记啦，反正没事就练习一下嘛，哦，那其实之前也蛮多同学，来上我其他地方上课的同学，他蛮聪明，上班一定都会用到 Excel，上班就顺便练习上课讲的东西，所以他一期课上完之后，他已经变得很厉害了，因为他上班都在练习，有没有？哦，然后反正而且他效率也提高了。老板非但没有觉得他不妥，反而还鼓励他，甚至他下一期课哈的学费是老板出的。老板说：“哎，你突然感觉你效率提高了，你下一期课学费我帮你出，这好事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也学了一个技能啊，对不对？将来他如果在公司上又要升迁的话，说不定哈内部升迁一定要有个技能，可能就一定要一个 VBA 的技能，如果没有，那可能就。”没办法升迁，很多都有这种限制，所以当然效率也提高了。所以他每天他发现以前一直忙一直忙，他现在呢每天还可以喝咖啡，看一点东西因为他事情已经做完了，他效率整个提高了，工作的品质呢也会非常的高，就是你可以很从容的在做事情，而不是很多人每天都是很匆忙的在做事情，这是很不一样的。好，所以做事情的那个感觉其实完全是不同，步调你可以放慢，好，然后很精确的就把事情给做完了，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就规划了比较长远的，那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，然后又多出很多时间，你又可以练习 VBA，对，那练习哇，那以后工作的话就会更厉害了，所以当然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，提高效率部分，那另外刚好有同学提到就是说那个向下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最下一列哈，它一定是103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录制的时候这边也显示14到103，这边也有一个103，
但是目前这个数字是固定的，可是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改成变动的话，那你就必须要学会如何修改 VBA 程式啦。那怎么修改？我想哦，暂时我们先不讲了，因为后面还会再提到 VBA 的撰写。等到讲到那个部分的话，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部分该怎么修改。啊，不然的话呢，有些地方还是有点难度的哈。那我们接下来刚刚是录制，再来的话呢，就不是录制了，就是要自己写了。好，那自己写的话呢，其实程式也不多，就三行程式，也可以写出来。哦，啊，你只要了解什么，怎么去控制哈，Excel 里面的物件的一个基本的规则，那你就可以取代什么？取代你以前的滑鼠键盘的动作啦。哦，啊，怎么做呢？接下来哈，我们再来看。所以刚刚是录制聚集所产生的，但是它有一些问题，就是说它会有那个。一些限制就是你录固定的。那如果你不希望被绑住的话，怎么做哈？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接着继续来看哦。那你们也把那个这个部分完成啊，一样哦，把这个工作表再复制，按 Ctrl 键，好，然后呢，把它改成那个 VBA 聚集，再来就 VBA 了哦。所以我们不是用录的哦，是要自己写的哦。那要怎么自己写呢？哎，接下来的话哈。我们一样哦，开启 Visual Basic，好，开启 Visual Basic，然后再来做后续的事情哦。那这个部分，我想各位先试，哦，把。